我进军的那天，我就宣布是，在危机面前，我竭尽所能去挽救他人生命，我去救援了我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。可是你自己得首先保证你的安全。收到。一直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：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生命，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我挡在客户和危险之间，是我的职责所在，小心，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。不爱我的职业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不辱使命。侯军你好，我是51，接替周全做你的安全随卫。哎，你站着站着站着，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以后你想让我出现都不可能。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不就是一个人肉盾牌吗？你不就是一个看门狗吗？你侮辱我的职业，我就侮辱你职业了。晨晨，你根本没有错，他们为什么要投诉我呀？怎么就那么难呢？不准打他知道吗？不可以，懂不懂？你们都不行。我侯爵的人不能欺负我人，知道吗？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他表面看上去红不吝，其实内心非常善良，所以每次救援他都一副不要命的样子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怎么能不欣赏他呢？看着他任性犯错发小脾气，看着他从浮躁中一点点稳定下来变得成熟，有时候有点恍惚，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。人这一生中呢，大概会遇到2920多万人，所以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大概是0.00049%。我今天遇到了你，我大概用了三生三世的运气，你得赔给我。